你等你不是等人家，不要等你，等你有什么用呢？你这个这个说话有时候，好，你就随便顶，对，顶住我没事。你看他这个顶住以后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你用上你不怕的，你要动真的不准动假的，我哪怕我发不出去都无所谓，从来不造假。我从这开始啊，就是说这个现在开始，就是说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就是松腰和长腰，我们做的这个呢，不是为了怎么样去推。因为你在用力在推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就是推不化。你看，在推我的时候，我把我的腰部呢，我首先要做到七零丹田，我七零丹田下来，你看我下来了。下来以后，我要做长腰的时候呢，你看我腰长起来，慢慢长起来，走。他这个腰呢，就是你看，那再开始啊，那个他那个谁，他不拉使劲，哎，这就推完不是？哎，好，你推的我就朝我这抖了。哎，他这个哎，走，好，推上肩膀，哎，然后呢，你把腰呢松下来，松到这个脚底下，然后呢，这个腰往后挺，挺腰出去，他后边就出去了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长腰的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吗？